好，我们同声开口。感恩哦，对。是。是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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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我祝福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感恩。谢谢师父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您把这个放在你们电脑前面，祝福你们手机都有了吧？有几台电脑？电脑前面都要放这个哦。谢谢喽。对。他们那个同一批的电脑都坏掉，就只有三台没坏掉，就那三台放这个。对，你放就三台都放。好，谢谢。我好可爱哦。你再给他有吗？谢谢。好，祝福你们。这个也是给我们的。对，谢谢。哎，还有，你看看，满满的福报，满满的祝福哦，满满的福气。像你们东西不会，那个会不会太小条？不会啊，这很可爱。可以吗？请问不会。谢谢你们。好的。那个米呀，米怎么还没吃？那你们真的很多。待会那个米哦，就是你煮饭。哇，那不得了，非常棒。放三颗。对。然后念十声佛号。对。家人吃了之后，健康、喜乐、平安。这个法师说他亲上。那再来。对。再来就是七颗。我想说他讲，就给他。好，你先法师。是一锅米放三粒这样。对。然后呢，七颗的时候呢，师父谢谢。七颗的时候就放到手心，加水，撒到外面，你们的祖先都可以享用到。但是你要记得，念佛号，他们就回到西方极乐净土。你看到的是米哦，但是呢，它不是米哦，它是光。对他们，那重点，你用你家的米还是米？对，就是有住持师父啊，还有呢法师们的奉献奉承，那个米呢，那个愿力就变成光体，它是要透过一个食物，透过食物，对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说非常好，但是你们没有。对，这个就是人间的净土。他现在有手机灵园的啦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开始了。谢谢师父，感恩，祝福你们哈，很棒，谢谢，感恩。像我这个还要等多久？不知道哈，回去。考完应该就可以。哦，好，谢谢喽，感恩，拜拜。这个米会用的哈，有跟他们说呢。好，那我们过去了啊，祝福你们喽，好。跨国了。